至草地集，起步拍住一齐出嚟嘅物化小招，开边讲到黄色宝就系天明耀啦，里边两档独具慧眼，咁啊两只马都系林宏基马房啊，跑差唔多咧200米到，中外档哇拍跳咁嘅性质嘅啫，咁啊就系黄色宝嘅好轻松啊，呢匹天明耀啦，快嘅里边内档咧就系粉蓝宝嘅独具慧眼，一只前边放，咁啊一只跟住后边咧两个马喺后边追嘅吓。好啦，咁啊转紧呢个500米弯啦，咁啊前面好易睇嘅啫，虽然有少少反光。放头咧就系一路咧领先嘅过半马嘅天明耀啦，守住里边落档第二位独具慧眼啊。好啦，入到最后直路啦，形势冇变过嘅。放头就系天明耀，一路追紧上嚟独具慧眼，睇下直路咧追得翻几多啊。好啦，到最后直路咧仲有250米路程啊，到终点啊。前面仲系占先个零马位啊，咁啊 hold 翻住先天明耀啦。咁啊，騎內反應咧有少少咧上緊嚟咧，都見到嗰只馬咧就係已經獨具慧眼啊！好啦，仲有100米路程啊，越放越順啊！天榮要贏個半馬位嘅，跑第二名過終點就係獨具慧眼。